As the saying goes, you never truly know someone until you meet them in person. And at long last, I finally have the great honor of meeting you today. My name is Yunjin, and I am humbled to be the director of the Yunhan Opera Troupe. We have been performing at Hayu Tea House as of late, and we'd be honored to have you attend a performance sometime. 在商业繁荣、文娱活动十分兴盛的璃月港，前往和玉茶馆听云锦唱上一段戏曲，算得上市民生活中的一大乐趣。云锦通晓璃月戏文化中的各种讲究和门道，既会演戏也会写戏。戏台上的他轻盈灵动，写作时的他笔下生花，是一位才气十足的戏曲艺术家。那么，这样一位戏曲名角在进行战斗时又会有着怎样的表现呢？作为一名严元素的辅助型角色，云锦对于以普通攻击伤害为主要输出方式的队友来说，会是一位可靠的后盾。他的元素战技称为玄云开相，在长按时会摆出玄云开相之架势进行蓄力，松开技能按键时，云锦会挥舞长枪释放积攒的力量进行攻击。在技能的蓄力和释放过程中，云锦还会为自身展开护盾。依据蓄力的时间，释放时的状态将分为一段蓄力与二段蓄力。解锁天赋物守本真，若云锦在被攻击的瞬间释放元素战技，则会直接以二段蓄力的形式释放。如果能掌握好释放技能的时机，就可以更加有效地打击敌人。云锦的元素爆发破障剑惊仪可以造成炎元素范围伤害，并为附近队伍中所有角色赋予特殊效果飞云奇阵。处于飞云奇阵效果下的角色，对敌人造成普通攻击伤害时，会基于云锦当前的防御力提高造成的伤害。在戏曲中追求不同文化碰撞的云锦，在战斗时能够从类型更为多元的队伍中获得收益。解锁天赋莫从横溪，当队伍中存在越多元素类型的角色时，飞云奇阵提升的普通攻击伤害值也会进一步追加。身为戏曲表演艺术家，云锦不得不为了保持体型而侵蚀养性，所以在他完美烹饪冒险类食物时，还有一定的概率获得两倍产出。